是上期的节目中啊，俺同你着重了解了客家维林屋的建筑理念同结构布局。维林屋是客家文化的日常重要载体，其集中发展了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从建筑形式上来看，其是客家人建筑历史之非的景；日从这和市场来看，其是客家人精神空间的市场，蕴含了浓厚的文化属性。是今天的节目中啊，俺同你将继续走进盘问里，看看你客家人的文化到底提升是哪些方面。站到盘问里，俺就注意了，丢门户门口红的四大古专题是说分入人民。给同行的热同镇副镇长王中华，日下是汉作业日快八十，日子也日快门就如日八多干的丰富，甚是最著名的副竹筒的台式。搿做嘛日个一盘碗面，搿丢门框下来日块八十日下生呢？是技术也好，当时搿个见到就是话生日个腐肉，就是搿之前啊，就是还是推下开门呢，那就如八股干部，哎，所以讲呢就八年干业务，八年干部啊，哎，房间呢就如八年干，哎，就是生日个扎腐肉，就是，哎，所以让扎书本台是一种表现，谢谢，哎，准备就快点，好，准备就准备快点。不单是丢门房的四体撇网，连丢门屋的建筑也是其他维林屋不让。其老师前丢门可是宽了，对面的丢门也是日常的设计，日常的台阶，日下是太门的宽度几乎都是长不到。做卖盘湾屋的丢门稍完全不同是其他维林屋的丢门呢？里皮呢就像金彩，盖皮呢就像树彩。哦、哎，那个丢门同的太门呢，日子话差成了融融太严。嗯，那但是半个客家门的呢，就日子话相对来讲丢门个现代严。嗯，但几个呢就是融融太严。哦，哎，两面都是相对称。哎，相对称严。嗯，哎，这进到个菜说完了，日子话表示给日子话该叫喂，熟悉你个财富啊，熟悉该叫喂，进去就冒出来。从两难，数两艰难。从丢门的设计可是想象出主人一日为垂涎的太上领，所以太门的设计行让润润透露出无主高频给入的标准，秋天外门当户对啥非 TV 不好相差的国人。你在我们的你看吃老婆我跟同学给分啊，我门当户对了，嗯，是啊，在你这地方门当户对了。哦，其他大概给他不给他，换个路给嘛。其他不给谁给他，本来就为了个说一下事的。那给给那种提点弄个东西的哈。那几个人啊，行这个时候啊，哈，就专门搓了，你对你哈，爱搓点料哈，爱吃你的嘛，爱行你，爱面头吃不你要吃两种的。你家还住门当户对个，你门当户对吧？那你咋你咋给的风神的哈？嗯，风神的，说你就把代表的稳嘛。嗯，哎，就人家那特别古的啦，就特别武。哦，哎，这还是因为我嘛，李方面呀，就给个入入风神，入入人神，给的文武的嘛。哎，那个特别书香的日子，哎，给个日子啊，一个特别书香，哎，给到那讲讲讲，就家就出个文官嘛，出的文官哎，出的文官不？搿副队是干呢？然后副队门当呢？门当就是两家了，嗯，叫门当副队了，哦，就感慨的，嗯。他牛太美日休啊，真正凉爽的自然风扑面而来，让您十分舒服。日安观察室下堂、中堂、上堂出脚升高，四幅如逐年来访者步步高十年之命。其中上堂最高，人比上堂就一子宫塔，然一增子，一子增熟悉的地方，所以子增的神康完全是该家位，站内山的子增尊贵，让如历日披露此灵敬尊母子的精神。是那个机子，第二呢，后边那个结婚，个拜堂哪去搞那个？是自个面前来拜。是让俺想连婚过了，哎，你们日子吧，年三十不来祭祀啊，那种基本上每年都会是。但是你们拜堂的吧，哎，就上头来倒是干的，哎，就上头的。哦。我还有呢，就如您老人家个叫过生日的啊，嗯，然后个来给下那个丧事的个叫仪式啊。你们来到你还讲你如重视，你杭州把四大仪态嘛哈，所以，把四大放在最神圣的地方，那个对一种尊崇。尊卑观念可日光给客家历史中相当重要的文化，是日所太府中啊，那必都可日看得到日内朴质性的客家文化符号。特别是发堂的时之后，更加显示出浓厚典故观念。两万年的人就按进入两万年的发堂进行吃团，日规矩也不可之乱也。
那个饭厅是卖广州的嘛？比如边，你平常去街头买一下，你应该平常去街头买一下，你的嘛？其实说菜风干食品呢，就是把那种甜椒啊，包括南京那边啊，那种那生产那边搞两种的。以前啊，甜椒给各种官粮啊，一般就话做皮菜，做皮的汤呢，本来就街头呢，就是贵下啊，包括官人啊，这都来一个家。你说的呢，就哈薯啊，或者哈椒啊，或者就就是把日本的那个的，你这呢就。路边的热汤里加出来，它一个平方好拿入啊，拿入上是给两边的平方难不同的，一个汤里呀，包括你两盏呢就加出来呢，一般就泥杯，泥杯就下杯个，下杯个个就个发汤来加出来的，就是如讲究的。虽然发汤的点有如尊卑之分，但独立的装饰啊，就是让人惊艳。俺味道雕刻的小小日常的吉祥图案，显得十分实拍。虽然历经百年，许多细节已经变老模糊不清，但也不求白色，还是古上古色，记住了许多美好的祝念。木铜锁，你这蝙蝠那边的这梳子砖，你那就条件话，你那电就给个一种感觉，基本上，你就做皮胎，就路边呢，就是反正就平脚啊，非常好脚的，一两下平了，就弄个地种两下平，或者你爱那弄个那些陆地的也，就扶手路上，扶手路，其实我们边个的日子呢，就代表波浪的日子，就扶日东海的日子，你两块蓝色的，你四十个跟呢就相瑞，你该就找你找块铜脚呢，给他擦擦手，擦日地个呢，就日下发他，如果去找块装逼啊，给他管人啊，他去管人啊，就是对面干的啥？龟壳啊，官人啊，就是反正就立了，他们就叫官。哦，这个图案就完全不同了吧？屏风的图案呢就不同的，今年他麒麟过来轮脚，轮脚，这就不同的。过来你个火热东会呢，你就弄个粉色的。哦，就没干啥给蓝色的。没干啥给蓝色，这是不是呢？这就绿的，腐树绿，这就啊，这就葡萄该多应该就多姿的日子。所以这个盘外面的米扎图案。多多是听见日历的人被他催的论文件。宁江风情由杨天谢酒独家特约播出。杨天旭日东升酒，精选有机糙米，据地下山泉配秘制妙曲。寻古法发酵，上小锅细流，至地底窖藏数十年，具有蜜香清雅纯正醇厚绵柔回味一畅醉不上头的独特风格，品味旭日东升，怀念客都浓情。哎，太太，俺叫你买些喝茶嘞。年纪老的啊，体骨长，这风下的啊，那都筋力老。昨日你呢送些菜，下工落我不会讲讲，幸亏体弱脚乱当。那今啊，年纪大的啊，身家过亏。俺的要是呢，平时遇见人哦，不识路不识，你不买，俺不发。该好该着，买一张就买了。哦，十年的搞太多钱都能买。中法老师好，平时遇见人，要是不识，马上就开。值此金蛇贺岁、新年吉祥之际，方圆公司全体同仁恭祝全市人民阖家幸福、万事胜意。方圆地产即将隆重推出22层电梯洋房永泰华庭一区，本小区设计坐北朝南，布局合理，地处宁江河畔，位于西河桥与上华桥延伸交汇处，交通便利，区位优越。广东省绿色住区永泰华庭欢迎您，垂询电话3313861332989。梅州首家超大型手机、数码、电脑、液晶电视综合3C连锁卖场，齐全的时尚数码产品一站式选购，精品荟萃，畅享3G 体验。索尼、佳能、尼康、卡西欧等名牌数码摄录产品定格精彩瞬间，名牌电脑总会享受政府补贴，终身维护，售后无忧，金诺服务，专业专注。地址：滨方大道红都广场首层，服务电话2118228。威尔信全球独创的非承压家用空气能热水器，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实现了要多少煮多少，
完全恒温，回水加压，自动清洗，任意扩容，安全节能，冷气回收，兼容太阳能等独特性能，在热水器行业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创新改变生活，科技创造价值，威尔信集团。哈嘎维林沃热土地给建筑神像让点市民的注目。今年七里哈嘎先门的支费其中农业的门子体现同了地方风格。提升出哈嘎历史创造基础环境中的庶民认识、庶民情气同了庶民理想。像盘外面虽然历经八年的沧桑，但也无独立的厨粮房门店，处处雕飞点山水画鸟、飞琼九树点秀秀日常的图案。特别是上堂沈家岭的同伴，从一如历，沈世瑞无助良好的文化市容，同个兄弟朋友。日前，按照俺给理解来讲的吧，哈，是帮助俺的同学哈，多些是为两屋太门哈，入三到四个，就是个潘文明哈，给俺这个同学就做太牙疼。给他同学呢就俺个哈，因为冬天里面就讲究啊，人家传承生活传承，好，除非呢尊敬同个那怀念呢，你就是个老的故上的。所以呢，这个同学来说呢，哈嘎岭的同学呢，主要有两种来的。一种呢，就像金旺同学。金旺同学呢，就好像城乡的人传堂。啊，这就是人水人啊，当时该发迹，该跟他，我说这就玩人传堂。第二个同学呢，听一种就像那个叫四川四川的同学。这个四川同学的日子啊，就感觉的吧。这个日子的吧，有点哇。那就那字啊，那字太了就澎湃，哎，跟你说改个日子，也就是说这种诗人啊的，给你买的。反正说同一个时间呢，就老不批点不，所以跟他给那个两边讲，就给个同的，所以跟他之前的话嘛，给加上个这个哈，那里都是这个，你像跟他给哪个说的同的，我给下次个，但是呢，你们跟我嗲太明就是啊。本来个太明就明了了呀，跟你们说喊唐人呢，因为你最早的时候就给唐唐都用的。那这个搬到个地方，我第一是他个第一往那个地方，我给出去去买二三年去买年。最早俺给嗲个太明就是。同号呢，同个唐人嗲到太明就是。哦。哎，就是个。所以叫太阳唐人，日常我给唐唐去投入的。哎，投入的。哎，就给吃了。同好都按照太阳堂，可是想想当时潘文明独立的人文反应，人关系相当特殊呀。给当地的村民吧，日前的潘文明爱被多些精明的司法，处处都能感受到文化的熏陶。只可惜是文化太革命时期，很多珍贵的壁画都已经破坏了的，但只能空荡荡的人民旁边，只有村民偷偷表示了一两块牌匾，得日保存下来。你看，你说人买牌立的个呢？立着呢，就很多个匾，就是当时呢，那就快吹恭喜人年，历年错了。是恭喜人年呢，是就是八七四年，是叫恭喜电器概念啊。那就当时呢，赐本的紫红的呢，就是表中的紫红呢，家风顺又高子如风的日子。其实个表中呢，实际上两呢，这就给做给做做阿爸的，这就给日子可能给歪的。奉天神瑞，皇帝之热，该就之热喂，啊，该就几个该可能就按照中式啊，一个叫喂，那里还这就，所以给咱们给吧哈，人民几个字号呢比较出名，然后呢皇帝啊还有哈里纸本的，他是盖上呢就是意思，给前金做过买事情，然后呢留哈里买东西。人家专门知道开版本的，哎，人家好像去买文了哟。对，其实就是当时的圣旨呢，都是十九块文，十九买文。十九买文，哎，就两种文字的。真正去开版的，人家说分起如该去买酒家吃。就是可怜的日子吧，才该去呢，就是说自个的私人呢比较多，那么整开版私人呢，可能相对过少的，才南方地区来讲啊，哦，毕竟南方呢离个北京一个统治中心，然后算比较远。是老人开墓刻给建筑途中让客人清洗给困扰，潘文明给所有文物遗物都给面上的紫公堂关门给日常以哈嘎维林屋给建筑体现，认为紫公堂也正式给中心
面上自贡汤宽门日方面一种次年年时时刻刻面返自前一宫殿规范佛控制逆上行为浪日方面让如历日披上秋体中的精神健康增自个年纪里实际从日常图案我都可是说分清晰的款了日常为了给给救啊就比如提前的工业一个比我那就发条呢人有日个就是上堂中堂下堂一个就卡不就吃堂了然后磨平吃堂明平日个就说是王母了你两边就擦不干那个擦不干那个还要还把你湿到等下去快到电脑就快到你的那也说是一个王母了你要为一种价值就改价值你要早已就改成为一种价值你终于只有这么的价值你就在都日比好的地方日比好的看看面试试看排便真正又是分钟保留干吃真贵的说分真贵的你说历史文文的地方当建筑或者你高速的工具像你离开都可以申报给保留是啊所以啊人乖乖说分好给保留下来哈就是书上干吃那比较高书上干吃就是年吃的这种给你图纸潘冠平单指出重修的客家文化大润日前还接受了当时西方的先进技术像唐同龙当铺的日下宗师啊这个六日起创同啊草生的旧就给中华文化融合的结晶是该的专门将台湾贵宾的发糖度里啊就看得到尴尬的喷风蛋糕就想象的日看路线贴连客家文化铺好的玻璃日日到给俺讲来看啊可能就没买进台特别的地方吧但也是清朝光绪年间的时候，中间还忙着制造玻璃的工艺，至年轻格外精究。所以用干净的泥水玻璃来装饰房间，不单是日本人造价比王勇还外贵，日下还发展出有绝对市场为天的十万。这种思想是当时的客家体系认为也比较先进的。就真像五折价，你看那改款的，但我也有可能根本上，肯定多里头是快。我本来困的嘛吼，困出这种好过。当年俺都是从迪拜过安那个地方，跳过光线，困着十个时候，这种好过完全就显现出来了。我之前给你那边相亲啊，那你来到这边，应该昨天不打给你，那你跟那些都是在干那嘞，该一困困安出来。哦，可是同困是俺家里来干。哎，这怎么叫你困？那是人是啊，那一毕竟你都太不灵了。就是说我们这是跑条路面的快，就只能给他通过那个江里宽家嘴，跟南街街就是来，就是改的通过那个江里宽家嘴。跟你把当时的，自己的，当时俺的工艺真的也是分了不得。空间系列给两个规整，旧建筑村的统治体系，反映出客家人追求人满团圆、盆景盆景的符号理念。内涵丰富的人脸表法。精明鲜丽的木雕牌匾，如人操出一种宽的刀、磨的刀的流神处事氛围。神事日内容的完美融合，是潘冠平这座百年老屋处处都讲究的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偏说日之的精华。非是啊，日就给客家为了物件魅力所材料。是拉同的潘冠平，俺刚说到的，不单这些客家为了物件精美的建筑，同俺讲究的重庆文化带来的是传神啊。更加让俺感到惊奇一些。今年就把中西文化给核实一下，这是俺这里十年的遗留物啊，是比较典型的不？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啊，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牌匾、书法遭到被同程度的破坏，比较可惜。不过整体来讲的吧，这遗留物保存的也相当好的。俺都希望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长时间让保存好，日推日推传承下去。好，观众朋友，本期的年光风趣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